落偏逢连夜雨。另外加上我，我安那个登高坡啊。现在是这么情形，整个帐篷都绑绑乱，真酸哦、啊、哎呦要死了，他活该了，人家大啊，分分起几误会啊，他就丢过帐篷哦，过来是别看那些风吹雨打、哎、哇靠，那人他来这嘛，那人吼当时嘛，对哦，忙着咧轮到当时啊。代志对无？是阮兄无爸无母，
我只不过是嘛有一点不乱，敢讲袂当一边输人，一边输人才考试吗？都叫阮家搞错医药费，哎呀，无哦，我这边在插你。我咧讲啊，我绝对袂感冒。我打死！你讲你袂感冒，死暗的嘴白。我跟你讲啊，最近哦，有流行一种感冒病毒，是足毒足毒的哦。你若是去面着哦，差不多两天。是咧甲你讲耍笑的啦，我唔是故意要笑你。哎，你莫生气嘛，啊，你嘛知影，咱两个逐边见面讲话拢是安尼呛来呛去啊，我哪会知影你是真正在哭？好啦，我若是拄则讲话吼有较超过，我即马甲你回信咧，哈，是咧。啊，煞煞去啊！看见哦，你和我徛在美好的份上，安尼我就大人有大量，原谅你这无底的白目啊！你是咧讲啥啦？我才瞄你一下，你一个尾嘴就甲翘起来啊！吼！哎，足疼的，好啊！我你那头嘛真白，安尼出手遐大力啊！无啊，你敢是查某囡仔？怀疑你根本就是查甫装作查某对无？无唔对，我就是查甫装作查某的，安怎？对哦，这查甫装作查某的花木兰哦，真正啰嗦。饮茶啦，小弟今天才袂感冒。大侠。是讲就唔正哦。你拄只是伫咧想你的爸爸妈妈，爱人的啊？你无带做伙哦？哦，啊是讲你是离家出走，互恁爸爸妈妈伤过伤心，啊所以你即马伫咧后悔？哇，那想厝会当离家出走，唔知偌好啦。啊，啊，你无厝哦？我吼嘛唔知啊，什么时阵的？我刚知哦，我哦，自细汉就教阮爸母哦，走山去啊。啊，我着什么代志，我嘛无什么印象啊。啊，对阮爸爸妈妈是咧什么款，我嘛拢记袂清楚啊。我刚会记哦，我差不多伫三岁至四岁的时阵吼，啊，嘛是同款大雨，啊，我是足惊足惊，啊，一个人哦，伫路上安尼哪行哪好，啊，要讲要找爸爸妈妈，啊。后来我同上医育幼院啊，啊，可以像我那种小皮啦，希望我遐个家庭哦，切换过一个，我家己走出来流浪，就然后我吼拍一个吼，他妈半小时呢，多迄个时阵拖裤大个吼走出来搞救，啊，我一边开始，我就一直对着拖裤大个啊，无怪哦。不怪你的拖裤哦，常常拢在讲什么一求二求二，安怎搁安怎？原来伊讲的哦，就是收留你这件代志。哎，阿哥，伊对你这么歹，
你哪会要一直留在伊的身躯边啊？安怎讲哦？拖拉骨大着，就像我爸爸同款。啊，为伫我身躯边哦，我个性较会定着啦。所以我唔只想要一直守伫伊的身躯边，帮伊哦加减啊一寡恩德。啊，搁再安怎讲？我的命嘛是伊救的啊。嗯，啊，不过拖拉骨这个人真正就歹的，伊唔是真心咧疼你的啦。唉，莫一提哦，拢讲讲我的代志啊。哎，对啦，啊，恁爸阿囝吼，实在是作戆的，为什么要向阮大迄一百万啊？你这规矩刚刚结果皮皮啊，好无？啊，你也要过，你就该过啊。规日过到落尾哦，阮大哦，先啊，伊就放弃啊啦。伊哦，嘛无迄个美国商去甲你讨迄一百万啊。啊，恁人就需要甲你打落来，对不？唉，我嘛想要安尼啊。啊，不过若真正去拍官司，阮爸爸做警察乌色的前科，就会让人乌乌出来，以后就真歹做人。安怎？迄个叶凤姐啊，查某囝，唔是要发怒吗？你著叫伊斗三工就好啊。八年啊，嘿嘿。你即马好亲像是替恁老大来搞来搞好笑的吼，啊！你搁讲这种话，恁老大吼，真正是饲你一只鸟鼠来搞布袋啦。我是咧甲你斗三工的，啊你哪顶到甲我讲这个话？哦，你实在是够机车的呢。嗯，敢骂我？我甲你讲，即马我无想要和你一只屁好啊！起来我让你在外面南方，留到你过人不给。好啦，大姐，你就算我继续南方，我也不像那个大叔一样长得又高又壮啊，就亲像你脚掌生出来同款。你敢讲？你啊，出去啦！快出去，我来跑死！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无你刚讲爱我甲你讲白贼话哈？走！真正是一支嘴讲袂出好话啊！比如啊，咱做伙行。恁爸迄个无脚床的哦，好心还因倒闭户。哦，看哪讲，我嘛是爱食细只多些的啊，是讲又敢唔知伊爱食啥？知哦，这珍珠奶茶有爱食无？哎呦，哎，不是黑无卡村的啊！哎，哪有这查甫在？哦，啊，甲男甲这么屌！是男朋友啊！哎呀，那有可能啊！啊，迄无卡生哦，平常时咧粗卡动手，像迄查甫的，那有可能有男朋友啊？阿星啊，王先生，王先生，阿星，这饮料给你。别啦，我无咧饮这饮料啦，你家己饮啦。还是讲你拄只起来，也家己坐坐念，是你念啥？无啦。何先生，我拄只看到恁查某囝和一个查甫在，嚯，啊伊甲迄查甫烂条条，啊我想要提醒伊一下，叫伊吼卖随便搭人的电车，因为即马做一查甫落去真难办呢。迄个认识男朋友啦，伊不要紧啦。啊？伊有男朋友啊？哎呀，交往几啊年啊？保落去真难办呢。迄个认识男朋友啦，伊不要紧啦。有男朋友啊？哎呀，交往几啊年啊，耶，敢那老夫老妻的哦。哈哈，我无怪哦，我看伊今日穿袂歹呢，啊，伊是要去约会哦。啊，那是就好啊，我煞唔知哦，阮认识男朋友，桥都歹去共弄着，弄啊着人伤，啊，暂时我都能做工过，啊，着爱吼赔钱，甲人和解，即卖去便宜啊。弄着人。应该是办法要跟人和解。那安尼看起来，迄个查甫应该是一个真有责任的人。
啊，当你戆神戆神，你要收账了？无啦哈，对啊，我是账啊，你要倒啊？我要来庙啊，我无要跟你讲啊，我来账啊。好好一定有男朋友啊，而且佮交往不难呢。阿姐嘛，那死会，佮死死死个骨头会佮怕过。哎，我是在笑啊！啊，管太有男朋友啊，无男朋友，规条像我这种六六零的，哪有可能有查某人也介？原本哦，我是要买迄个无卡床的啉的啊，阿姐嘛，我敢当家己啉尔。